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小妹。小郑，现在是早上9:55，就刚刚去完那个什么温泉酒店，体验了一晚，感觉还可以啊。大家来肇庆玩的时候，没什么钱的话，可以住这种酒店。我们今天行程呢，就是下午佛山看家具装修，看那个砖，什么装修砖？瓷砖。哦，瓷砖、地砖。我们已经到佛山了，来到全部都是奇军。全部都是奇军，奇军，同埋奇军，奇军，哦吼，都是批发的城市。哇，佢哋呢度间间奇军，外面嗰个装修都靓到，睇嚟做装修应该几赚钱。我们找的那一家店呢，是在抖音上找的，然后它是批发，在这里上去，人家那个门面可大了。那这个是楼上铺，我们打算自装。哇，佢还敢我？这种要多少钱一块？纯色的可能贵。哇，好开心啊！你呢个工厂。好多依家咧好流行呢一种咁样嘅木纹砖，即系。买的都有没有打折啊？你可以去找一下客户家买，你可以去找一下客户。如果说对，我带了佛山一些土特产。回去再想一下要哪一款。嗯，哎，你觉得哪一款比较好看？感觉都差不多哎，它这样，哎，这款比较好看，我觉得。自然光底下还有灯光底下都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真的。拍照还有肉眼看也不一样。这个在灯光底下黄很多，咁但系正常屋企系唔会有自然光。哇，这个三块都变白了耶，这个、它本来应该是有一个黄一点的，黄一点对。然后这个材质也不一样，回去再挑吧。走吧，下一家。来到第二家店，哇，这个门面也太好看了，有点不敢进去，害怕。这个门面一睇就知唔简单。走了不如。啊，佢呢间就有啲展厅咁样咯，好好多啊！你有展厅俾人睇，但系你睇下呢个，啲风有啲都唔系好想装修已经。哇，啲细砖就好明显咯，啲风。咦，厕所咁样装得几靓。呢一間就比較藝術啲，唔同嘅感覺啊！呢、這個魚骨係嘛？哦，即係佢洗手間係呢種磚，哦，好藝術。但我嫌佢呢條縫真係好鬼樣，樣衰到乜咁？有冇穩裝？哦，佢呢個凹凹凸凸咁勁啲，哇！真係間間唔同嘅喎，係嘛？間間工廠切出嚟嗰個感覺都唔同，嗯。是轻法式的，对，我觉得比较像法式。它现在流行这种花纹砖，然后呢就卡拉卡拉咁样拼埋一齐，哇，几得意哦！觉得这家比较好的地方是它，你看地上都已经铺好，你可以直接看那个现成的效果。刚刚那家就是真的没有效果都可以看，这个就是那个鱼纹。那我现在一看，感觉不好看。宁愿那个买小砖，那这个是复古风的。嗯，我喜欢这种好看，感觉还是用小砖拼接出来比较好。如果买一整片的话，它那个缝真的是很明显。这种就是直排的铺，它这一块呢是 C 边形，哇，好得意啊！这个都靓哦，嗯，好似骑骆驼嗰个徽章咁。这个唔知乜东东。好鬼靓，闪灵灵的。嗯，这是做背景墙吗？这种的。花花君。咖啡厅啊，同埋啲阳台啊。这个好好看，铺厕所咁样。厕所少少，因为佢啲呢啲啊，呢啲会藏污嘅。哦。我呢块嘢要80蚊系嘛？88一块。呢个都靓喎。他说这些工艺呢是切三不是烧三次三层的，超好看，闪亮亮。这些多少钱啊？最普通的，这些9蚊一块，都是不包邮是吗？好累哦，刚刚看完了三家不同的瓷砖工厂，人家还是很便宜，可是我们已经付不起。后续再看一下买哪一家吧，回去比较一下。然后呢，现在就出发去宜家家居。
而家假使第一次嚟大陸嘅 IKEA， 以前都未行過，喺香港就行得多咯。我哋咧香港人咧好中意行 IKEA， 因為咧好大啦，好舒服啦。之後咧雖然唔買嘢，但係都可以去行下街咁樣，因為佢有好多嗰啲佈置嘅展示廳。之後咧就有好多嗰啲家居啊、家私啊、廚具啊，係啦。一行咧，肯定係行成5000步。你中意而家嗰個廚具，睇下點樣報價，揾個設計師報下幾多錢，然後睇下清遠佢仲唔仲貨。可能要我哋自己裝，可能係散裝發貨咯，拼裝。唉，順便食個飯，好肚餓。而家已經3點啦，我諗過行3間嗰啲咁樣嘅瓷磚公司都可以行咁耐喎。第一間嗰個老細咧坐喺度咧，同我哋吹咗半日水，吹咗2個鐘水之後，係咁講，係咁講。讲佢屋企点样装修啊，几多钱装修啊，用啲咩材料装修啊，即系咩瓷片几难做啊，依家啊呢个价钱啊已经好平噶啦，乜一两嘴讲咗2個鐘，睇下内地嘅 IKEA 同香港食嘅嘢系咪差唔多？好贵啊，4點先食饭。他这里装修的好像香港那个沙田的那个风格一模一样，免费加入会员。喂，交会员啦，唔该，食嘢先，好肚饿，就嚟死。哇，好靓啊，好靓啊，呢个装修，哦，冇人噶，六个车仔，六个盘仔，哇，正啊，24蚊。你要呢个啊？嗰边有嘢饮喎，这好大，木糠酸奶杯，香肠拼盘，它还有送菜跟这个，哇。哇正啊，咁啊60蚊啊，咁就60蚊啊，正啊。去吧。吃饭了吃饭了，饿死了。这是酸奶，木糠酸奶。嗯，这是我的果汁。12蚊一个，就14蚊嘅鸡翼。肉丸60蚊嘅肠仔。好像好吃，我们总共这里花了140。这还不对，是德国香肠吗？这个大香肠啊，老外大香肠。嗯，好吃，好吃。好吃，好吃吗？嗯。还有这个它的肠衣很脆，很爽。唔该，这咁贵啊，好吃。而家家私必食，唔知咩肉丸，之后要饮呢个果酱。嗯。因为同以前唔同咗咁样咧。我想配呢个肉丸。嗯。我开始以为牛筋丸先。唔系啊。嗯。猪肉系嘛？挺好吃的。嗯。好食，好融咯，佢呢个炒得。好吃，吃完我们去逛街咯。木糠酸奶，佢应该系 yogurt 嗰啲 friend 系嘛？娱乐嗰啲。嗯嗯，好吃耶。你不是做过给我吃吗？这比星巴克那个好吃，那个杯好吃。星巴克那个30块钱，我记得好像，这才10几块。嗯，好吃。听说这个是卡路里炸弹的，它这碎碎好吃。香港的 IKEA 应该是穷人一物嚟噶，但点解我哋好似嚟呢度消费好似好贵咁样咧？就好似生腌，咸吗？不咸。它是有一股什么？味道的嘛，我觉得这样吃比那个生的好吃。它有一种香草味，厕所的柠檬清洁剂味。自动回收托盘，我先准啦，我先准。哦耶，吃饱饱，逛宜家，宜家就没啥拍了哈。等一下到橱柜那里再拍。看到了橱柜了，橱柜就是这种橱柜，好好看哦。唉，复古得嚟。嗱，木台面，哇，好滑捋捋啊。好舒服嘅，这种。之后咧就吊嗰啲咁样杆就算了，但呢度完全拎唔到，高到咧。咁呢个先佢哋嘅。哇，咁样衬都几靓喎。这个我喜欢它那个抽屉很顺的，这要12000，12000是因为它那个台面贵吧？咁样都几好睇喎，一半墙之后下面做黑白色格仔，上面素颜色，我情调。之后呢边有个呢边有个好欧派嘅柜，我唔系好中意啲咁嘅样，诶呢啲好廉价嘅感觉，但系都好贵，唔知点解呢好贵喎。啊，这个好好看，2万8呀！这个要2万8呀！
好靓呢呢个，哇，仲有呢个抽屉仔，这颜色也好看。走，不锈钢，喂，不锈钢都几好喎。哦，台面系咁噶，我一睇识噶。哦，呢个好靓，哇，27,000，哇，再贵啲一品。4.1，有个洗碗机。我现在好想要这种水槽式洗碗机。走咩？刚刚问的设计师，他说清远是不包。我们按照不包售后，所以买了也没啥用，坏了自己撤回去。结果我哋喺度买咗嗰啲一个枕头同埋啲垃圾袋，走咯。今日得个吉，但好靓喎，人哋啲橱柜，佢唔侵清远玩，净系开广佛地区，佢连江门都唔送。最后买咗3蚊鸡嘅双色雪糕，3蚊鸡。好吃吗？大老板又喺度倾生意。我们现在要上广州。继续浪，从这个肇庆，哎，从这个清远到肇庆，然后肇庆到佛山，然后佛山到广州，哈 ，skr skr。喜欢的话点赞、关注、分享。今日睇材料啫，迟啲如果真系拍板要咩材料，就再慢慢同大家拍片分享下啦。拜拜。脚都断啦，佢同我讲话清远冇服务诶。他说清远你可以去买，可以包邮，可是不包安装。也没有售后，60米后然后小郑一听到没有售后，他脸都黑了。随后200米，可有质保就有质量保证。可是呢，譬如你台面掉皮，然后你要自己把它从清远运回这个佛山或是广州，然后跟他换，然后你又要自己付运费。他会帮你保的，要只要他你把它运到回佛山，就帮你保。重点是。自己安装，就是买了之后它是那个60-90的柜子，然后全部自己安装，然后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如果我们测量错了，安装上如果有一点偏差的话呢，我们要自己去切割，然后切割完之后呢，它也没有质保了。啊，产品的售后真的很重要，没办法。广州塔呀，见到广州塔啦，嚟到广州啦喂！无情的暴雨被落进的他，乌云在头顶会不停的下。